15年前，也是在巴赫町，有两个女生，她们弹四手联弹。今年她们重逢，她们也要弹四手联弹，也是今天。那我们先来看一段影片。演出的一位就是钱老师的公主钱梦竹以及许元琴，一个是幼稚园大班，一个是国小四年级哈。演出的通常都要默契良好的啊，那过去都是姐妹，那这一次呢不是姐妹啊，但是长得差不多一般高啊。那我们来看看他们的默契，就我们演出这个钢琴四手联弹，掌声鼓励。欢迎长大后的钱梦竹与许元琴出场。